我们要去餐厅，叫猴子餐厅，猴子餐厅。没事哦，那就拿着呗。好，然后他们在这里吧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他们有在玩。丛林飞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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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丛林飞跃，他们有。那你想玩吗？我喜欢玩那些怎么说比较长一点的，很远的很远的那些。哇，对，刺激的是吧？对对对。他以前有玩过这种类型。有玩过这个短短的这些。啊。就一步一步一步走的。对对对。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这些，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了。那刚刚好玩吗？好玩，现在拍的也比较性感一点点。嗯，我下次想坐飞上去，飞上去那个是吧？啊，我们今天的一天已经快结束了，然后明天一早就要开始拍，所以应该明天会拍的比较怎么说呢，叫比较活动一点的那些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明天也会进水，会坐船，然后钓鱼，对，很多，明天会比较累吧，还是好嘞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今晚开心。好嘞，那给你的粉丝 say goodbye 吧。拜拜，大家。明天再见哦。哇哦！아직이정도면좀못보내셨어요？对对，我们要上船了。对对。哇！我戴眼镜，睁不开，眼睛睁不开，太亮了。这次拍了，感觉 very good, very very good, 真的拍了很多。哦，对啊，去了很多很美的地方。然后那天过得很快，对，所以晚一点就要回韩国了。想给粉丝表达，就给他们看，普吉的这个很美的这个地方，希望他们以后可以来玩，来看看这些地方。
盐呢，来到中国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在中国啊？对，在中国最喜欢吃的是火锅。嗯，海底捞。嗯，听说中国也有像福建一样的叫海南岛。嗯，对，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想去去看。嗯。这两天过得很开心啊，希望大家都会怎么说呢，喜欢这次书。对，也请粉丝们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次 Mark 的手本写真集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。我们下次再见，在中国见。